橙色微风拂过黎明，快乐的视觉眨着眼睛，思念穿过海域，声音穿过我和你生命的注定。谁把心动模式开启，闭上眼听见世界呼吸，曾经流浪光怪和努力，转身依然是你。听我激情诉说Love baby， 只对你说 Wait a more， 你怎么填满你的耳朵？如果勇敢，能不能给人片刻花火，让幸福降落？听你轻轻地说 Con nada， 那只对你说 Hold me tight，心动是会沉默，我的眼眸不会再闪躲。Don't cry because it is over. Smile because it happened.喂，什么？林夕喝醉了，还干了三杯洋酒。你们在这等着，我现在马上过去接他。他一直这样吗？啊？喝到烂醉。林夕喝酒很有分寸的，估计是这次客户很难缠，要不然他也不会喝洋酒。这车怎么排这么多啊？我送你。喂，你慢一点，前面有监控，别超速。常年住在国外，不懂事你千万别接。不存在，哎，小心，看路看路。那就好。肖总，啊，你们怎么来了？送你回去。这位是？正好来来，给你们二位介绍一下，静格资本的孙有为孙总。静格资本呢是国内外。算是首屈一指的私募机构了。肖一成，羽翼您听说过吧？哦，羽翼的掌舵人就是他。啊，你好，你好。他们公司正在 IPO， 您不是也想找好的项目投资吗？现在是人工智能的时代，你投资他呀？最好的智能公司。西西的眼光我相信，肖总不妨把资料发一个给我。好。老孙，车来了没有啊？啊？你看你把西西都喝成什么样了？小一成，这是我姐，这是我姐夫，叫姐。男朋友。是。不是，早就分手了。前男友，曾经是。行，哎，但凡是西西的朋友，咱项目是不是得优先考虑考虑啊？啊，是，夫人说的对。魏一天，魏先生是？我是。哦，您订的解酒药。我没订过啊。谢谢啊！啊，懂了，懂了，懂了，这个
年轻人，哎，吵吵闹闹很正常，别动不动就说分手啊！我跟你讲，这个说多了可是要伤心的。对，回去好好聊一聊。我们西西可是好姑娘，我跟你讲，你要是欺负她，我们娘家人可不同意啊。明白。那咱们先撤。我们先走了。哎，你们路上注意安全啊！好，好，再见啊！拜拜，小心，小心点。嗯，嗯，走吧，林夕，回去。我送她回去。不是，肖总。这怎么好意思、啊？让他送，让他送。走吧。你不走。你这样是不对的。不，这边好打车。林夕喝多了，你怎么可以让肖总去送他呢？那是他前男友。那不是开玩笑应付客户吗？是啊，不是，他俩真谈过。嗯，哎，你们两个到底是不是亲姐妹？表姐妹。表。停车！两位想买点什么？嗯，唐山楂，两层糖衣。多少钱啊，婆？五块。好。第一颗奖励你，第一颗最好吃。你怎么了？哦，我的鞋不能碰水，皮底进水就废了。皮底的鞋？嗯。为什么要买真皮底的鞋子？比较透气。透。嗯。谢谢。车到了，我们走吧。嗯。喂，你要打赤脚走过去啊？嗯。现在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把鞋子穿上，然后快速过去；第二个是我抱你。你抱我？
听我激情诉说 Love baby 只对你说对的魔力怎么填满你的耳朵如果勇敢能不能给人片刻把握让幸福降落鞋子没事吧？赶紧穿上。哦。嗯。谢谢。怎么了？这鞋子不是也没湿吗？天哥，我是不是没有办法胜任这份工作？我之前那份翻译犯了一些基础错误，我甚至连生活的一些琐事我都处理不好。嗨，你也别这么想，其实你还是有很多优点的嘛。就比如你很有礼貌。醒了。嗯。来。谢谢。嗯。怎么了，在这儿？断片了。记得他们把我送到休息室，然后你一直这样吗？在陌生的环境中喝醉，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孙总和他太太是我好朋友，他们会照顾我的。如果肖总有需要，我可以帮你引荐孙总。不需要。现在的你需要。我说了，我不需要。我替你引荐是有条件的。如果成功了，羽翼 IPO 的订单给我，怎么样？最好的投资公司，最好的 AI 公司，最好的翻译团队，难道不应该齐心协力一起合作吗？你是说，你觉得羽翼是最好的人工智能公司？嗯。你一个做传统翻译行业的，哪有什么发言权？可我对你有发言权啊。你知道你有多少缺点吗？懒、丧、脆弱、敏感，还矫情。但有一件事，
我一直深信不疑，就是你的才华。只要你想做到的事情，没有人可以比你做得更好。谢谢。但这次，我想自己解决英语的问题。好，那肖总有任何的需要，随时联系我。早点休息，肖总。睡呢？没呢。Hello， 你怎么在这儿啊？啊，耀耀的奶奶是我的亲妹妹，耀耀要在这边参加那个滑板协会的集训，她要在我这里住一个月。谢谢，你没意见吧？这是您的房子，我怎么敢有意见？哎呀，我刚刚知道，耀耀现在是你们公司签约的自由一员，真是缘分啊！耀耀，嗯，以后要好好表现，别给西西添乱。知道了。我老人家呢就要去休息了，你们年轻人慢慢聊。奶奶晚安。晚安。为什么不回我微信？有事儿呢，发群里，有专门的人给你对接。过河拆桥可真现实啊。这是公司的流程。那是你的流程，不是我的。那你想怎么办呢？我是你招进来的，我只跟你对接。OK，OK， 早点休息。晚安。晋格资本。劝你慎重。为什么？晋格资本孙有为，出了名的不见兔子不撒鹰，让他投资，恐怕他会要的更多。不怕他要的多，就怕他不要。但是我们不可能一味的让步哦。资本之间的博弈就是拉锯战，现在说这些为时过早。谁提议的晋格？一个朋友，是他。老肖，他想帮你。没有，他有条件，他想要鱼上市的单子。你心知肚明，这只是他的一个借口。承认吧，你心里放不下他。我没有。哎，林夕，2014年被华生对外翻译公司破格录取为同传一员，入职一年竟出色表现，入选世界消费者大会、农业贸易会等多个大型赛会，担任口译服务的主力同传一员。入职三年，合作客户满意度接近100%，被大量重要客户指定担任一员，并且为公司开拓口译市场。当年为公司提供销售线索近300万。入职五年，升职为助理首席口译员，后转入大客户部，是华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部门总监。公司没看完，带回来看。肖一成，你心虚什么？我没有。你是没心虚，还是没对他旧情难忘？我都没有。哦，哎呀，这照片啊，年头有点长了。幼稚。
起来呀，哥们儿！忙着呢。谁呀？那个小姐姐，不会吧？真有意思啊！她挺有意思的。那你是几个意思？她劲儿劲儿的。懂了，咱耀哥喜欢凶巴巴的。你说啊，别看他凶不拉几，可是他的卧室里呢，还放着玩偶，还有点反差萌。哎，你知道他早上没醒透的时候，他那个样子，就觉得可以随时把他拐走。不是，全世界的人早上没醒透不都是这样吗？但是一工作起来的时候，那真精神抖擞，挥斥方遒。这哪个男人会喜欢挥斥方遒的女人？还是你格局不够大。行，是我格局不够大。我就一个问题，咱今儿还练吗？不练了，我得忙工作。而且最近都是他来对接我。拜拜。你没救了。我是肖一成，林夕的朋友，不知道您还记得我吗？哦，我记得。不知您下午是否有空，我想亲自去拜访您。孙总，你和林夕是朋友？哪种程度的朋友？孙总，您看这话怎么说的呢？普通朋友有普通朋友的帮法，好朋友有好朋友的帮法，男朋友有男朋友的帮法，肖总。你是哪一种？孙总，这三种方法我都不需要。如果没有私人关系，静格为什么要投资羽翼？对静格来说，智能翻译完全是陌生的赛道，风险很大呀。孙总，在商言商嘛，我们会让投资人获利的，具体的方式都在项目书里了。投资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要一票否决权。孙总，抱歉啊。大家都是聪明人，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云腾的丹尼撤资了 ，DLA。前几天向你们伸出了橄榄枝，但是你们没有接，这说明他的条件很苛刻。如果有其他选择，你们今天就不会坐在我这里。机会只有一次，给你们三天的时间考虑。我还有个会。要不，再跟 TLA 谈谈。没有必要。那接受孙有为的条件？老肖，咱们账上没钱了。把我的房子抵押了吧，下周能放款。你疯了！起码能撑一段时间。如果始终没有人愿意接受我们的投资条件呢？你有几套房子能抵押？车到山前必有路。你清醒一点吧。
资本市场从来都是晴天送伞，雨天收伞，前有成药的视频，紧接着就是丹妮撤资。在外界看来，虽然这中间没有因果联系，但就是我们的产品有问题。羽翼的翻译机是最好的，但投资人不知道。如果你坚持己见，我会启动董事会表决程序。怎么了，老铁？我给你看一个东西。Hello, sir. Go down along the road, and you will see the hotel. 同学，来看看这个。我不想看。你先看看。天了，在山区旅游遇到的小韩英语，竟然比我还溜。这个不是，对，你还记得咱们在产品测试初期给当地捐的那100台测试机器吗？ Hello sir, go down along the road and you will see the hotel. 我记得啊。在翻译机的帮助下，当地学生们的英语水平大幅度提高，而且还解决了英语最难的问题，口音。这个视频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300万。我现在就联系媒体，增加热度，稳住曝光，争取把羽翼指路界良心这个话题带起来。而且我还联系了那个男孩，我想跟他进行一个深度的合作，我也对接了当地的政府，我希望如果可以的话去成立一个帮扶专案，这样能扩大我们翻译的效果，当然了，同时能够增加我们的品牌价值和社会声量。太好了，老肖。The first day would be a busy one. 哇，这光靠外表不张嘴，完全想象不出这孩子的英语这么溜啊！嗯，我知道这个男孩，就是之前拍英语指路视频特别火的那个，而且好像他这口英语是完全靠着这个翻译机自学的。自学的？自学的。我觉得你们也给儿子买一台怎么样？儿子，想不想要老爸给你买一台？好啊好啊，那我也要一台。Gain the altitude.Begin the leaks up when the SE's surface is met and felt. Okay. Thank you. Bye bye. 现在这台机子超火的，都要预售，我准点抢的都没发货。那说明它还是挺好用的。你在看什么呢？这也太燃，我一定要整一个。你整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就是一堆破铜烂铁，顶多就来盖个泡面。你啥意思啊？啥叫破铜烂铁？又不是人人都有你陈大神的口语。我觉得我们出国比赛就挺有用的。你就是白天不懂夜的黑。下单去喽。感谢羽翼天下捐赠的翻译机，此次亲情付出、尽情支援、洒向校园皆是情活动圆满结束。下面有请肖总为我们的学生颁发纪念品。羽翼这一次确实亮眼，又捐500台机子，而且还跟教育基金会合作，说是要帮山区小孩学语言、完成语言梦，还把利润的3%都捐给教育基金会。这个小男孩的语言梦经历太燃了吧！现在网上各路分析帖都在说，羽翼的技术实际上是最强的，而且还是良心企业。这家伙确实厉害，现在网上都管羽翼的翻译机叫做“筑梦神机”，而且都发出了支持良心国货的口号。这次羽翼的口碑彻底扭转了。孙哥，吃饺子了。
嘞。快来尝尝啊！哎，这饺子馅可是西西一大早来帮我调的。真的？这么好？我跟你说啊，我爸公司这个生态猪肉，吃的是最好的饲料。我跟你说，外面这肉可吃不到。来尝一尝。嗯，怎么样？不错啊，是不是？嗯。你今天找我来，并不只是包饺子吧？还有什么事儿？说吧。没事儿，我来就是为了给我哥我姐送土特产的。不说是吧？一会儿吃完我还有个会啊。老孙，你这样容易招人烦啊！懂不懂什么叫看破不说破？哥，我给你看个视频吧。好。羽翼的这个视频现在在网上已经是点击量破千万了，像这种野生视频呢，到这个量级的热度，那足以证明它产品的口碑有多好了。肖一成确实有两把刷子，西西啊，我知道你来是什么意思。商人逐利，羽翼这一块并不是我们晋格的路数。就算是我买你的面子愿意投，可是董事会也未必通过呀。您不用卖我面子。您呢是懂投资，但不一定懂技术呀。嗯，语义算法的应用绝对超出你的想象，而且我相信他的这套算法呢，对你们公司新领域的拓展那是非常有裨益的。虽说在商言商，可看在你我交情的份上，我愿意再和肖总见一次。西西，说吧啊，你跟这个肖一成到底什么关系啊？啊，你怎么知道他那么多事儿啊？不是说了吗？前男友啊，前男友，你这么帮现男友还说得过去？分手了也还是朋友嘛。哎，现在这年轻人真是搞不懂了啊。不好的能上热搜，好的也能上热搜，真厉害。王总。大家好，肖总，我来了。我们库存里最后的5000台机子已经销售一空了。今天上午我们接到了地铁部门、旅游公司及老年大学的10几笔订单呢。我们现在人手不够，新订单3万多台，哪怕零零七加班也来不及啊。来，我看一下。地铁部门的订单是全额付款，所以要优先生产。其他客户的订单预付款已经全部到账了。嗯，我们都先做吧。啊。我们的订单交付期是多久啊？最后一笔订单交付期是10月底交付完毕。10月底。这样，生产部再开一条流水线。好的，好的。销售部，把3家线上平台的预售全部开启，这样就差不多。对了，财务部，这个季度给每一位员工发20%的奖金。还有什么问题吗？肖总，孙总在办公室等你。他这个时候来？这也先交给你，我去看看。抱歉，孙总，久等了。啊，肖总，别来无恙啊。孙总大驾光临，是我们羽翼的荣幸。这是我今天来的目的。肖总觉得多少价钱合适，你随意。请坐。嗯。
但如果我记得没错，孙总想要的是董事会的一票否决权吧？此一时彼一时，舆情转变，羽翼啊颇为抢手，但是肖总至今还没有敲定合作方，没错吧？创客资本之流啊，实力不够，您瞧不上。这月明集团虽然是金融大鳄，可这大鳄的胃口可不小，想必肖总已经领教过了。如果肖总愿意和我们晋阁合作，这一切都可以谈。孙总的态度可谓是前居后恭，金额我们自己填，条件我们提，孙总想要的不会是这么简单。和聪明人谈话就是舒服。于斯，你是西西的朋友，我相信他的眼光。于公，羽翼频频热搜，网友推崇，基本盘很稳，投资这样的项目啊，稳赚不赔。更重要的是，你知道我们晋阁资本这几年的主力项目吗？医疗、生物。我投资羽翼，就是想借你的东风。更何况，我看中的不仅仅是羽翼的语音开发系统，更是背后的独创算法。看来孙总志不在翻译啊。没错，从全球发展来看，生物和医药产业方兴未艾，未来可期。我相信肖总对未来的布局也不会止步于翻译吧。我说的没错吧？孙总，我更想知道您今天的到访除了羽翼的舆论转变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吗？是林夕？我可没提他。哎，他们还不让我说呢。哎，肖总，你别误会啊，投你不是因为西西，不过呢，有西西这层关系在，我相信咱们合作的信任程度会更高。哎，肖总，您不奇怪吗？我为什么这么信任林夕啊？为什么？当初林夕刚刚到大客户部，正在争取和晋阁合作，但是不幸呢，我牵涉进了一宗经济案件，被相关部门叫去谈话。圈内人呢，疯传我要完蛋了，晋阁内部也发生了倾轧，是西西陪着我太太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间，也只有他愿意相信我的清白。肖总，有这层关系在，您能对我对晋阁消除疑心吗？孙总，合同我还是需要给法务部门看一下。嗯，好，期待未来的合作。谢谢。肖总，留步吧。好。孙总，哎，慢走啊。好，慢走。决定了吗？几家投资方都在等着要答复。同学，把这个给法务部门看一下。你确定不用再货比三家了？产品加量生产需要一个月之内资金到位，现在来看只有他有这个实力。好，我去办。我接个电话。老肖，他在工作。谁啊？哦，你说林夕啊？他在开会呢，你找他有事吗？不用了。
你问问程耀，他要是可以的话，这几份海江大学的法语文件就交给他去做。记得问好 deadline 之后就不要再催他了，这小子有自己的节奏。哦，好，谢谢。看来把程耀收入麾下，你还真是捡到宝了。那是。那不是肖总吗？他怎么会在这儿啊？哎，对了，我忘了，今天他给我打电话问你的行程来着。走吧，坐地铁，跟我坐地铁去。我今天不用坐地铁。你得坐，你得坐。你别今天正好坐地铁，人少。嗨。那天醉酒还难受？早就没事了，都好几天了。啊，对了，我知道有一款碧红茶，这颜色跟红酒很像，要不要试试？嗯，哦，还有，如果实在要喝酒的话，可以假装用湿毛巾擦嘴，顺便吐掉。你特地来找我就是要教我如何逃走啊？我那就谢谢肖总了，我晚上还有事儿，就先告辞了。等等，谢谢孙总的事，谢谢。那个，我其实也不是特意去说的，就是闲聊的时候顺嘴说了一句。啊，那天你说的是真的吗？雨衣是最好的人工智能公司。我那是安慰你的话，别当真啊。可我当真了。那行吧。没事，这样吧，你可以跟我提任何一个要求，我都答应。什么条件都可以。对。我还有这个。哎，老板，再来一下。好嘞。啊，来。啪啪。走了。等我，老板，哎，这些我都要了。哎，好的。心真。
一